有我们的方琦来跟大家唱一下。墨镜借我一下。要不要帮我买一个墨镜？来，有墨镜吗？借他一下。来，我们那个吉他手厉害，他只要是演唱哪位歌手，就会 cosplay 成那位歌手。好，刚刚是玉龙，现在是黄琦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欣赏一下那首《爱你几次》啊。Thank you.